从三傻大闹宝莱坞中质疑院长教育方法的大学生，到我的个神啊中落入地球的外星人，再到摔跤吧爸爸中严苛坚毅的父亲，阿米尔汗凭借众多优秀的电影作品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次他担任制片人并出演另一暖心巨制《神秘巨星》。近日该剧导演阿德瓦香登携剧中女主角塞伊拉沃西现身上海，与观众见面交流影片拍摄心得，主题曲演唱者也惊喜现身为大家演唱经典曲目。据悉，讲述了14岁少女尹西亚突破歧视与阻挠，坚持追寻音乐梦想的故事。影片延续米叔一贯的风格，探讨印度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下，女孩对梦想的坚守与执着。该剧将于1月19日全国公映。而已经和阿米尔汗合作过两部电影作品的这位00后小姑娘，谈及对于接下来的合作，塞伊拉沃西这孩子戏显得可爱。Do so much hard work because in Dangal I had to learn how to play the guitar. In Dangal I had to learn how to play the guitar. I had to learn how to play the guitar. I hope in the next one I don't have to learn anything. I can just act.非凡娱乐上海报道。